痴酒无命，三顿吃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。阮是三声，你的伴是归牛车，放阮的心底痛疼，假作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为心肝难愿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死我嘛！哎，阿杰，咱讲话都要平天了嘛。早当年吼，我是看恁母仔流浪伫街头，啊，看清文阿遐尔可怜，我才甲恁带倒转来呢。你免在咧假好心，较唔知影你是看我生得水，才将母仔接倒转来，啊，然后甲我带起来做无？哼，想当年吼，卡说讲若只有清文一个囡仔伫咧街仔度，你敢袂捡倒转来吼？对，你咧讲拢有理，吼，你咧讲拢对。我甲你讲，你对我咧大细声吼，恁后生就会转来是。哼，吼，讲到清文这个囡仔，实在真不是款，竟然甲伊老母在咧秘相找，等我来找到你哦，啊，无法咧假是真难噻。爹，女儿，即摆秀英啊心情有较好。有啦，甲我讲吼，要去找同学啊，啊，看有啥物头路通我做无？哦，安尼我就较安心啦。也毋过哦，迄一天迄个清文啊，自从伊讲出伊个身世了，我感觉讲这个囡仔嘛袂歹，真老实，搁可靠，我对伊印象嘛袂歹。是讲咱秀英啊，来当嫁予伊啊，我相信一定真美满幸福。也毋过，可惜呢，即几天清文奶奶拢无来找咱秀英。敢袂讲是缘分了无够少？啥物缘分无够？根本哦，就是迄个月桂哦，咧变鬼变怪。人即嘛是好硬人啊，目头悬，看咱无在眼内。秀英，秀英，我唔知影我应该安怎讲，才会使表示我对你的抱歉。我若有这么冲动，这么无理智去公司学袂来，尤其是对你的无礼貌，我感觉足见笑的，请你原谅。我无怪伊，检讨起来，我家己嘛有唔对。明明知影讲家己的家庭真善良，根本就配你袂起，本来就不应该期待讲家己会当有啥物结果。受着阿母的侮辱，我嘛无啥物通去怨叹。秀英啊！这嘛是什么时代？你还阁有这个观念？就算讲阮厝较有钱，并无代表讲阮厝较高尚啊。恁厝较善者，并无代表讲恁较无尊严啊。要结婚是咱两个代志呢，咱两个家己会使决定啊。你讲对无？我问你一句话，我是不是对你无好？不管碰到任何困难，一世人，若无你，我绝对无爱错。假使你也相信我，希望你会使听我的话，接受我的安排，好无？清文老靠电话转来无？无啊。
我为了找亲文啊，四界走透透，啊，两只脚一行啊，强要转去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说老神在在，伫咧厝咧现杂钱，你真正一点仔关心都拢无呢？啊，是你叫我讲酒在电话边，一卡步都卖走。啊，你即马去怪讲我无喊你去找亲文啊？啊，你真有良心无啊？啊，好啊啦，规定哦，你理由规大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若找无阮囝，你日子嘛无你偌好过啦。明仔载开始哦，我来将你拖到我做阵行，迄规台北市甲找透透，一间啊一间问，我要看哦，亲文到底是伫咧倒。无效啦，亲文的心肝若是无想要倒转来吼，你去准做讲甲找着都无路用啦。我唔甘愿，我定我将我宝贝甲找倒转来再。喝茶啦，好啦好啦。啊，是讲秀英阿要出去，敢无甲你讲伊要去倒位哦？秀英去倒位哦，我都唔知影咧。那伊几点出去嘛无甲我讲，但莫讲是秀英啊，就是讲你甲阿瑞啊，恁两个人哦，不管是要出门啊，敢嘛倒一摆要甲我讲过？无，歹势啦，是讲嘛奇怪，准做讲伊去找头路，还是去找因同窗的？可能讲找到半暝还袂倒转来。宝腿，宝腿，你爸。阿爸、阿母，我想要离开台北几工，请恁两人唔免烦恼。但这伊咧写什么啦？无头无尾啊！秀英讲要离开台北，伊是去倒？敢要让青文拐走啊？千万不是迄款人啦、啊，人心地来吼，伊是真歹讲哟，我拢看袂出啊，你知无？我推，我看吼，哪是紧来找啦，行啦。瑞啊，今三更半暝要倒找啦，啊你敢知影人伫咧倒位遐？我看吼，恁赶紧去迄个外柜因兜找看卖较远啊，紧去找看卖啦。对，阿母讲的对，行啦，紧来找，紧去啦。瑞啊，瑞啊，你敢知影外柜因兜伫咧倒位？我唔知呢。哎呦，唔知你是要倒找啦？宝贝啊，这么晚嘛，哪会搁对这来？来来，阿姐阿姐。你都给我死啦！阮亲母人嘞，你早起把妖怪来着无？我你讲哦，人阿狗出来，也若无你做梦袂把你干妖。啊，你是来讲什么笑话啊？阮查某囝，互恁囝拐走呢？哦，啊，阮也袂去找你算账嘞。你先派人遐叫人，帮恁再找人啊。我讲你啊，安怎？你是讲你较早你讲连团，你靠咧外家你哦，假病咧啦！去探听看卖啊，我外贵啊，什么人啊？大家我教我乖乖乖，你不要甲欠啊！无你是要哪啦？放人啊，放人啊，把我拆出掠人啊！把他锁下去啦！外贵啊，你安尼三更半暝出门投入来，才安尼大细声，你今无这出去？我若不爱出去，是要安怎？你。你别来讲啊！你，清楚你。但是什么人惹你生气啊？呢？你看，哦，你的嘴翘来，当掉三斤皮吧。什么人欺负你？你紧我听，哦，我马上找伊来算账。秀英阿因老爸林木推啦。林木推？啊！啊，林木推是安那欺负你？你讲我听看。嗯，啊，就秀英将咱囝妖怪走，我就去因家叫伊将咱囝害我啦。哎，林木推竟然出手要骂人啦！哎，我贵啊！你平常时叫是你足欠卡的，啊，若即摆吼，你已经失算啊！你爱知影，青文啊已经三十岁啊呢，啊，伊是咱公司的总经理。啊！人秀英阿姨打学校毕业尔，才二十出头尔呢。啊！你讲秀英啊，又怪亲文啊，啊！你无怪王炮吧？你小可无路用的呢。我恁某呢，恁某去用欺负，你不但无甲我安慰，啊！你煞替别人讲话，你甲我笑，你有够无良心的啦！好啦好啦，厝内厝外人拢欺负我，我小可有出的啦。快紧快紧，我明仔载哦，要去找警察。我叫警察来，将因家全家拢抓起。
我推啊，已经真晚，你去睏啊，好我来等。未啊，我真正有影老糊涂呢，未记我问我贵人住伫咧倒位啦。你创啥？我通去问千文啊，看伊带秀英去倒位啊。你唔爱讲笑，啊我贵人到找千文，当然是千文无伫个啊，爱无伫个，你是要问啥啊？我看哦，不如来柳丁门道，拜托文弟甲咱斗找千文较有影。免啦免啦，安尼定定半暝去共调了，安尼歹势。秀英啊，伊要走的时候，后留一张字条，我们出外归港安尼。身边啊，搁有亲文伫咧甲伊做伴，我看应该是袂要紧。你哪会讲安尼？就是有亲文做伙，我才烦恼啊。你是要烦恼啥？敢讲你袂记啊？刘登云查某囝，美云还袂嫁人，独身啊。我是惊讲吼，万一秀英若大巴肚，啊外贵搁反对这桩亲事，咱是要怎嘞？我太太，请问你是要告什么人？林秀英。爱住伫啥物所在？一间破厝汤啊！我是咧问讲吼，伊住个所在住址啦。我唔知，啊你用去查。安尼我是要怎查啦？迄台北市吼，甲林秀英共名的人，嘛毋知有几百个人个啦。安尼我无法度啦。阿贵啊，莫过啊啦！啊连住所都唔知影，即过咧到底互笑啦。哎呦，你点点啦，无过我唔甘愿啦。林主任先生，即林秀英因老爸吼伫咧卖菜。啊，隔壁住一搭一个鸭肉摊，咧卖鸭肉啦，卖面啦。啊，对啊，伊老爸哦，搁在林木腿。林木腿？嗯。你是讲，你要告林木腿因查某囝林秀英？嘿。啊，伊把恁囝拐走去。对啊。这哪有可能？嗯。是啦，无可能啦。对啊，咱警察先生也足无用，咱转来去啦。哎呦，要转去，你就转去啦。我哦，一定要告到底啦。但无证无据，是免咱通告啦。你讲什么笑话？现在因早起就讲我囝拐走，什么无证无据啊？这小鬼吼，就爱较谨慎嘞。你明，你随便通告人嘞。啊，万一若是查起来吼，查讲是咱清文啊、甲秀英啊拐离家出走的，啊，这若反倒转来去，秀英因厝的人吼，万一也甲你告你诬告吼，代志就袂收煞了。啊，这你惊啥啦？死到死转啦！啊，等你叫你转去，我也无叫你缀我来啊啦。这若发展对峙吼，解到鬼。啊！老鬼啦，老鬼，我惊啦，无你惊老鬼啊啦！柯太太啊，啊，你到底要告啊唔告啦？我当然嘛要告啊！安尼好啦，你莫哭啊啦，咱即摆来做笔录啦。我甲你问一句吼，你就回答一句啦，吼。啊，本来就安尼啊，你头仔问我一句，我够回答你两句哦。水果啊，他讲有人去派出所报案，讲你秀英啊，又拐一个查甫啦，敢有影？什么人啊？乌白讲啊！啊是谁去报的啦？对白啊，是文弟啊，甲我讲的啦。啊，伊就讲吼，有一对姓柯的人啊，要走去派出所报案，讲，因囝去互秀英啊拐走。去报案的是毋是叫做外鬼啊？这我都唔知影呢。啊，不过文弟也有甲我讲啦，讲吼，迄对老阿婆因囝，那确实是秀英公司的总经理。安尼对啦，安尼对啦，迄、那个外鬼也无唔对啦。实在是有够苦，伊打人煞伫咧喊救人啦，这哦，这我袂去放伊煞。有啦，你抓来，抓来派出所找文弟啊，我要甲伊告，告伊老师哦，拐阮查某囝，行行行。腿哥啊，你嘛稍等一下，那秀英即摆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阮大家拢遐雾煞煞，你嘛先甲阮讲一个清楚咧，然后大家才想看卖，看要安怎去应付。人咧讲哦，金丝瓜般哦，才袂乱啦。秀英啊，即马到底伫倒啦？哟，我唔知。遮尔啊侪年来，逐工都拢无用公司的公司，生活就亲像过去共款，从来毋捌遮尔啊轻松过。甲你做伙了，真来讲话足欢喜。阿玲姐。你是在烦恼啥？
若不是我若母亲，还袂讲道理，咱嘛无机会单独待在散步。你免烦恼啦。我真烦恼，我的爸母唔知我走去倒，即马一定足着急。我真后悔，要将你的计划详细讲予伊听。讲详细，阿伯甲阿姆就袂赞成啊，因就袂予你出门啊。亲母，咱做事实，干那为着家己的代志拍算。 拢无去考虑到时代的心情，安尼做敢毋是伤过自私啊？我家己无共款，我爸母毋是好爷啦，因来台北打拼，拢是靠家己的双手，即马才会当过日子。我大汉好好毕业，都未趁着一个友好，煞等到为家己的分数来互因烦恼。 想起来，实在是足不好。秀英，你的心情我了解。真实的，发生这么侪麻烦的代志，拢是我处理了不好。但不过你放心，阿伯甲阿姆兄，我会派人去阿公司找，给因来为你担心。董事长夫人，董事长夫人，今早找我来。 一定是要看公司营业报表，所以我就去送来。哎呦，他这回你回来，我那看有啦，我问你啊，总经理是早都去避起来？这我唔知影呢。总经理这两天啊无伫个，公司真侪重要代志，拢无法通处理。夫人，想要紧找着总经理，公司若无偷人伫个吼，是袂用个啦。万一公司若倒，也是袂安怎啦？公司会倒袂倒，拢无要紧啦。我即马只知影，阮囝失踪去啊啦。请问夫人吼？ 总经理为什么那会失踪呢？我听讲总经理对夫人嘛是真友好啊，啊是安怎那会无缘无故来离开家庭呢？敢袂讲是夫人有啥物代志处理啊无妥当，互总经理真伤心，伊才会离开这所在呢。啊，我另外点点，刘副总，我即摆以当事长夫人的身份甲你命令，你三工内爱甲我找总经理出来，要若无吼，你就包好啊，看我回去食家己免来上班。 哎，我为你祈了新郎，不知等待会到多久。你讲袂记了，阮到底做无？哎，来来来来，这上赞的阿爸，这你上爱啉的酒。我过下你拢甲我放袂记，想袂到过也会记起我，这会开口。哎，这是你的决定。 阿爹啊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啊，你无头要得病，我好怎？本来你也是咧讲哦，过去到到即马这段时间哦，拢互你伫咧照顾，哎呦，是要祝你中命百岁，白头偕老。哦，这中命百岁，这我接受啦。啊，不过我是无解，我是要甲啥物人白头偕老呢？我阿弟啊，你是条方面个老鬼是吧？啊！ 是嘞，是嘞啦，要无祝福你，永远少年。好啦，好啦，虽然偏偏知影你是讲袂白贼话啦，要毋过我真欢喜接受恁的好意啦。啊，对啦，太啊，啊你最近拢在倒位啊？走倒位，我倒想要问恁嘞，啊，自从顶摆啊，你婚啊，婚礼迄天了后，恁敢捌去看我这个老人？ 即摆人吼，人情味愈来愈薄，啊是讲较无乖啦。个人咧无用，个人个家庭，个人咧拼命趁钱，啥物人会去插一个老人？所以我就想着讲，恁无去找我，我就来找恁啊。恁总会插我，对啊。对，是的啦，莫生气啦。小白啊，阮虽然是无去看你，啊，不过吼，阮大家吼。 常常提起你呢，阿妈真多谢这么侪年来吼，对阮大家照顾。阿瑞啊，我是咧讲笑的啦。对，来宝啊，即摆较捌代志啊吼。对啦，来宝啊，即摆真乖啦，拢未出去乌白拍拍走啦。
有影，来宝啊，这摆吼规矩拢足好诶，啊无代志吼，拢少点出来啦，绝对袂去惹是非。啊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，来宝啊，这头壳袂歹，啊人也真活泼，卡算要会晓安分守己，将来一定真有前途诶。阿弟啊，我弟啊，恁食了真可就靠来宝啊咯，啊。 刘丁，阿哥，啊，恁即摆有特别其他心事无？无啦。小白啊，啊，这生意普普通通，当大三顿吼，就袂歹啊啦。我咧看着恁两家口咧，越来越日子吼，我真安乐。唔通想我呢，一世人干那顾趁钱，啊，即摆一个误会吼，身体愈来愈虚啦。啊，才知影讲这家庭和乐一重要。 迄有当时啊，半年啊，一个醒吼，才发现无人陪伴的悲哀。虽然哈、啊，嫁金婆仔嫁唔少，啊房地产也赔掉啊，但不过吼，嘛是感觉真寂寞，真孤单。 情拢是好人，茫茫，为何你有爱要我的人？为你付出，我来一场空，诚心诚意也无猜忌。爱情拢是了人，是。 为何我？